第三十届的金曲奖下晡来举办记者会，公布入围的名单。现场的状况，请记者宋彦民讲予咱知。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是最佳国语男歌手奖，入围的有。好的，主播。歌坛盛世的金曲奖今年迈入第30届了，将在下个月29号台北小巨蛋登场。而今天公布了入围名单，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的情况。爱丽丝 ，Where are you？Where are we going？Leo 王，无病呻吟，友情抒情。柯志堂，吟游。李荣浩，耳朵。Ozzy the album。找出我们今年的歌王宝座，我们现在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就是第30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项入围名单，总共有5位入围者。好，非常的恭喜我们的入围者。好，继续我们要来公布的就是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，最佳国语女歌手入围歌手奖入围的有。垂直活着，水平留恋着。孙盛希，西游记。陈宁儿，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。 蔡依林， Ugly Beauty。 林忆莲，林。今年呢，蔡依林可以说是最大赢家，她入围了女歌手奖之外呢，还有国语专辑最佳单曲制作人跟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。而另外呢，包括艾怡良也入围了国语专辑奖、作词人奖跟女歌手奖，也是相当的亮眼。台语歌手的部分呢，台语歌王康康、流氓阿德、大只、许富凯跟廖世凯是这次的歌王入围名单。金曲歌后的入围名单呢，则是由蔡秋凤、李千娜、关凌之、许涵雅跟江蕙仪入围。而今年呢，最佳乐团入围的还有旺福、闪灵跟 TC Bank， 相当亮眼。而今年呢是金曲奖的第30届，非常的盛大，下个月29号将在小巨蛋登场，是由露露、黄璐、子英呢跟挑大梁主持，而星光大道则是由 Dennis 跟玛丽来主持。最新情况就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。我们是为了制造一点。